11日是娄艺潇男友李川的生日。娄艺潇于10:11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生日快乐，并定位马尔代夫，看来两人是去甜蜜度假了，真是让人羡慕。据悉，在上个月娄艺潇生日时，李川也发了同样格式的文字，两个人连发文格式都是情侣的，不禁让粉丝们好生羡慕，也太甜蜜了吧。这碗狗粮有点撑。大晚上秀恩爱，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娄艺潇刚踏上演艺之路就一帆风顺，爱情公寓的播出令他深受粉丝们的喜爱。作为演员，娄艺潇热爱演艺，表演成熟，勇于尝试多种不同的角色，除了在表演上张力十足外，对音乐、舞蹈等才艺也十分拿手，拥有大量舞台剧表演经验的他，对各类角色的拿捏轻松自如。